大家都期待你们两个红炮现在一直在刷。来，手机不要拍，这是直播吗？对，有直播的朋友在找这里。大家不要给别人挡，谢谢。来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际。首次红矿，你们甜不甜？你甜吗？好，我们有30秒挑战哦，然后分别来回答好不好？先谭，那就是我已经给唐嫣举着，让唐嫣回答。好，30秒计时开始。去 KTV 必唱的曲目是什么？没有。昨天几点睡的？一两点。最近一次做梦梦到什么？叫什么？早忘了，我睡觉没什么。上一通电话打给谁了？冰姐。多久换一次微信头像？一年左右。最近在朋友圈发了什么？最新的吗？对，我发的是未央红的口红。哦，然后今天涂的是未央色吗？对。最饿的时候吃过几碗饭？拓跋俊还是罗晋？OK， 时间到。好，我帮你们都问到了啊，然后现在是罗晋回答问题。好，准备开始。请问吃还是买？吃。在 KTV 是麦霸还是吃瓜群众？我好长时间没去过了。每天会坚持健身吗？我基本上每天。茶还是咖啡？茶。睡前会玩多久手机？玩我玩。现在累不累？千杯不醉还是一杯倒？最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和你在一起。未央还是糖的？当然。好，好的，那就期待到时候你们红毯上。来，两位这边请。谢谢。后来变成罗晋啊，罗晋。那当然是唐大。